一次性把便利店关东煮吃到爽是种什么样体验 ？Hello， 今天我们吃便利店关东煮，先来一个超大的钳子，这个钳子好大，祝大家越来越有钱。哇！大口吃肉的快乐，谁懂啊，家人们？嗯，太过瘾了。哇，太肥嘟嘟了。嗯。水灵灵的萝卜，嗯，入口即化，嗯，真的好香。
这也是有脆骨的。然后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